哎呀，日妈，你周边没个人死啊？我死了，我的背，我那个地方呢？哪里去了？我死了，我也摔在里面。第二，好，那当然说了吧，小心点喽。嘿，你今天怎么又走进去了？好，收到。
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。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使用灯光催促校车。条例规定，限制以上情况下对本行政区域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，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。